你你看，做坑外国人。没有，他开玩笑，他应该是心。No！别给他，别给他，他专门坑人的。我们到格祖迪迪的转车了，这个车去，这个车梅斯迪亚要35块钱。有的太多，知足常乐的那些念头，拥有无限的自由。哦，你看着我的脸蛋放空，以为我已经有。我们六个人和司机讲了一下价，32块钱一个人走了。司机差点就罢工了，不干了。在我好说歹说下，32块钱，32里拉走了。我到梅斯迪亚了，这里还在开桃，还在开那个梨花，是梨花。然后这里都是雪山小屋，会很好看。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，在那些时代不需要去隐藏的情绪，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，在那些时代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的那些时代里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青春，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的那些时代里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青春。水井也是个田野的场景。